到了到了，他们家怎么这种情况啊？喂，回来！哎，阿姨你好。女儿，你男朋友家条件可不怎么地呀，身上还有股土味儿。妈，我也没想到他们家条件那么差，还住那么土的房子。亲爱的阿姨，我会努力的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穷小子也会翻身的。如果你们嫌弃的话。 可以走，走什么走？我生气的是这个条件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这么多年你怎么过来的？真的很心疼你。妈，咱们是先修厕所还是先修房子？先修房子，修厕所，修个房子，厕所。妈，不是大哥的，紫藤子纪念品垃圾袋，你赶紧给定价。嗯，以后这个公司也有我老婆的一份，就让她来定价吧。 这个垃圾袋我用过，它是加大加厚的，大小垃圾桶都可以使用，每个垃圾袋自带一个手提拉绳的设计，垃圾袋。